王莽，你表弟今天你那来前回的我为马良袍家的金子，叔叔将会西方红虎秋霞里的改善，何情我为马良袍家这种不长现实养我几多干我家，不去红虎秋霞里爱看经过西方绝对爱遮羞非常大的身心。何进军啊，为马良袍家你也必不长点现实，瞧你出来不要再忠心忠贵了，你骗我郭大县家为了为着过去我这个俊俏兵勇比你相边破三二钢环变形抵触我贵兵勇的作行，我操我红木怪小天一点现金抵触的红木秀下你，就是为了一国力回马良袍家这一段要件红中。今天我红木秋霞林用五连环的西招的开山中，观看如今金属贵开始记住团国星也东丢回来见面，这才令为马良袍家请你东丢见面吧。不会三位一言不能听我宣传，今天我简单一只卡列的回马就足以将三位动摇，我不要用这位本人开山回马将三名先生做起来都丢吧。就是用你的卡里去吃肥嘛，就要来上回我们三个对付，但不容易，因为现在你生了一米，你听我郭大圣讲，昨天的这家人肥嘛，用他的性命，为我这个面娘关心，东西爱可回家。好，什么？郭大圣讲不可乱见，郭大圣讲不要考虑。
杜兄，杜兄，古代圣洁，古代圣洁的人，化了车皮的功力回这个店内，如今回马两头剑，一只宝马非常厉害。啊好，我弄着我把你滚，百分之七八。把你滚！是中在你这只龙头，这只双头马先虎，当场拍一个让你变成马腿。好、把你滚！
走，绝对是西北一定的暗语。在这个土地，我告诉你，用心用力修心，可以一言既出，铁拳就先功夫，一关起勇，好。这回是可喜可贺之事啊！也表白进攻，有用之将不好进攻不好调诶，要说明伊功力不能振奋，一片地料回马，将这点的不好打破，以多充当我料，因为造成了一场非常大的火灾，我本来打进前，吓做你两头的没用的。哪里的不良皮啦？好，所以好兄弟，你不过馒头，你不过馒头，到底何人呢？到底何人的先生为何来到处叫我的黑奴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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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将归回马两头羊休息单调，任何人不可破坏。今日在这个所在，我来代替着开山做团孤星，就是别来玩纳着你用这个性命啦！呀，哎呀，
杨杨一体，五届的这三单杨一体回吗？哎，为何你桃园来出现廖姓进我天宫？倒在虎地的身上，拿起来衣柜把绿虎虎地刺一下，一路去表哟。
为了出秀家，小狗还有金白，金白一人我连跨不小半。你走，日子说吧，今天把我送人家，我就来叫一些民众如何处理人。现在会得来所处的罗官道，就这是伊会得来向咱讨论路径，恐怕是条的生路。无需要难十五股啦，咱的目标是万里风无定，依然优秀之人。一个人虽然非常恶，可是看开，依然无我无秀，依然是愿意说出者开放伊的生路吧。如果伊若是天气当个做，无必来讲出路径，就只无必来献出地图，到底就尽力处理吧。哦，把我这里讲你又听到了吧？我因此在这个会议的当中，要向我交代了，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向我说明，把地府府定分如何去，要家里来回去多关注，能可以保你一条的生路，一条的地图换来一条的性命，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哇！我咧听个喉咙裂开，伊个咧回甘后壁有人出声，甲看开无看人影，一个海动，一个声音啊！啊好，伊个叫我献出地图是无可能，先将恁师徒上山回甘甲你讲讲破，也看啥物妖魔鬼怪伫咧回甘呢？忠心忠鬼，同牛咧拍飞！干干一鬼，养干养一人哦！哇！一出，一无将一片完毕了，我的耶稣又何止是高分？爱多。今天是两位有高兴哦，本来以为讲今天就算数了，今日又被千辛万苦为了找算数，今日恭喜一个挂少年的，今天挂一百的一万千岁，统统都查出算数，罢了罢了，师徒两个人万古人行，继续会带来千山万水。调查版的父母定到底在哪里呀、啊？可以，耶稣虽贵多的万佛之行啊。
为马六万年，你今日来混罗拜开山了。两点金珠光啊，三点的金珠光出现在西宫，你可能是回马六郎呀？是也好，是也可以。今天家来上给我的卡链，想逃回波的，还高兴，阿里东边哦，护存。为单身开开兵，为大刘头名，东丢在处，一刀干不了。九位别的先民哦，我因你生了三条龙，原来就是这般模样。我操！今天我回马龙头天几多的江湖，就是比恁所比，想不到恁来相会的我上头的回波嘛，已经让我愤怒，就将要来大开杀戒。最后一次向你传故乡的忠告，我的作风绝对不同于东南教主的兵。东南教主的兵是一个以仁义起家之人，可是我回马两头剑，以山制山，以崩制崩，以崩制崩，又要怎样？今天我传故乡。既然比你表现兵离开了红雾笑霞林，第一个小心的人就是处理良好的小金苗到位。
拳头拍来，掌公拍来，拢无咧准则啊！目睭边啊，牵着啦，连改变哦，叫直个拢乌青，啊咧，伸手拢想无，这边咧较去拼，敢若许种哦，硬咧扣了哦，伊啊咧即款就夭寿啊，迄拳头拍来，掌公拍来，拢无咧准则啊！目睭边啊，牵着啦，连改变哦，叫直个拢乌青，啊咧，伸手哦，叫咧扎，连过空啊扎落去，啊好啊！今仔日哦，咱讲哦。
伊安尼哦，鸟食盐出办事个啊，十二月西胖一拼。既然讲我想无哦，阮阿祖祖个，阮阿祖祖个就顾无出来啊。我当年我五点个金包胡子，向我哩演。
一直爱红尘。今天一人不是太不伤他，贵我一起娘西方开山做西沙家里，一点比你大白一小都不散心，小都不比我心脏不死，我大有力当天在西方的最前脚少别动脑子哦，这少年中人哦，表示我哦，我又惊起咧，你讲安尼哦，我拢错开咧。三天内我是无在了少年中人呀，我从对来到烈士头上出山，因为西方素来改善太多，我是。不甘一路金光过入我的心中，我的三弟三弟哈，也不知你为咱林路的见了如何啊！哈，三弟，三弟，我的太保三弟哈，你的功绩。志哥，看看已经当牛出面，你的个性是不是已经失败了？不错，我的个性失败，我来吃过着虎王的命，比过着伊回马两头剑的石破，将将飘碎啊！哇，咱两个真正太无面子，咱两个兄弟出来，做你的失败，也是讲你。为何金光不来比他输透呢？我的金光已经破，可是在半路上，一道强烈的气功将我滚啊！规身躯的金光做一个顶八卦已经八面。啊！有这种代志？有这种代志吗？不必要惊疑呀！金甲手，不回你就是板桥。林辉太保齐殿下不可伤心，来救出你我真正名义。老汉这是无名无姓天下有，怪不得金甲手。先甲金甲手，不回是你来解救我兄弟两个人吗？不错。
我来温存在庙红木笑声里最清楚，一回的烈狐王传歌声，那是青铜兄弟主将。今天我来拿出笑声里，就是要来代表着你的爹亲的兴趣。来，我家一方的书信，三殿下，过来拿去吧。啊，是我，不错，由你拿去。可以，出兵啊！好，是的，为先苦，先混做一个好戏，我急功做一个八将。不错，教心行书，知影嘛？红雾笑声里面代志，你不必烦恼。既然我无名无姓，天下有怪物金卡秀，打出最清楚，一切放心为要吧。行，小妹，想不到怪物金卡秀已经出兵了。一天这个人口水一刀流金光，一回的爹亲传歌声不相上下。一天这个人既然已经打出去，以后呢绝对有办法来回归西方出来。上帝怎样？也这封书信在写怎样？你来拆开看麦，啊，你可以，我来拆开书信看我一麦。怪物金卡手一个交代，叫咱来说会见动物高英，交代动物公，一旦来会见就是动物高英，以后这个动物高英当时红军的爹亲传歌声的命令来接受动物公，当时呀，咱两个兄弟够一个大哥，咱的大哥就是咱爹亲的大汉后生。伊啊，通常啊，人伫咧传位，伊就是传落太子，伊个大囝吼、大孙拢伫相分。可是咱这个大哥，伊叫做宝剑太保大殿下，伊啊后壁面排了一口非常厉害九十金鞭，这支九十金鞭功力非常啊。伊啊，可是这个大殿下，伊来拜过动物高英为师啊。功夫，因个思想拢练袂歹，先加加袂。是啊，听讲伊经过动物高英学西啊，学十几冬啊，拢学袂出西啊。知影加下头都阁袂记一日呢。嗯，而且个思想个组织着爹亲传歌声个做事，哼，讲啥物传歌声，咱个爹亲做这种行为非常小，这是无道德啊，残害天下性命。要来统一万教，这拢唔对，叫咱来将过啊，将过西北，洪武笑声连万载基业做一个改善，讲啥物小话，也无想讲啊，爹亲安尼病已经年纪老迈，伊安尼一讲哦，爹亲若是无法定身了后，将过西北的基业一定传予伊啊，保剑海报的大殿下，伊安尼讲讲，嗯，事不宜迟，马上交在动物宫。会等下回见到伊动物高英啊！起来，起来！
以为做东南三大先天之一，三大先天何等的尊贵啊！你竟然向我来行这种的道理，先讲个别，我相信今天你来看我东梁下面的开山，绝对非常的不欢喜。可是我高中的无奈，我已经是一无可入。天下间的代志和平大业，未使只是让你个别一个人来担起一个人的辛劳啊！天下只有是你受过的我最尊重，因为我了解你的苦衷。今天我再多讲我，绝对要来开山斗地。西方若是要来扫白者，我绝对无轻易来离开这个江湖啦。回马两头剑，你来中出江湖，要来扫尽西北，我万分的欢喜。但是你要留意，第一点，魔鬼的面容，郭大少侠，这个人非常的神秘。伊今天伫来将伊金光所破，化成了一支青旗来离开这个中地。不只是这个失败，伊的功夫用了金身大法。功夫钻研，禁止不用。可是你今天将伊这点禁止练功，已经给他打破了。下一次要是再出江湖，一定是怨气冲天、引起欢喜的大开山，将是有一场非常大的厮杀。第二点，红武的怪兽星比你所败，来比了一只孤狼所败，对中比原因啊。先讲，我早就了解古代圣人又练到金身大法的关公啊！伊若是再出，会来点了一波叫做“弯天杀气青旗血”。一波弯天杀气青旗血，若是点出只飞鸿小可，可是伊若是出来，我自有对付之法，也请你可以放心啊！看来红武怪小生。伊来比了这只孤狼大腿所比，这个连甲孤狼大腿有才调，将我的红武怪小生带走的人，这名神角，伊叫做孤狼苏杰崩天洞啦。啊？什么？孤狼苏杰的崩天洞？不错。可是这个人那是中的派主任，伊的个性一会平常人不同。伊伫咧做代志，通常都是先做后答。今天伊来救过怪小生，一定有伊的道理。可是伊三天后，一定会来向回东南的水面。救过众人，绝对袂使来得罪伊。万万先讲，交代东南军舰，尤其是三剑，也是种个性的人，袂使来得罪着伊啊。孤狼四剑的孟天洞。那是让伊反而做了西北，背过东南的不利啦。今天我两好剑严阵以出，我要来完成我的任务。先讲故事呀。啊！回马两好剑的出现。已经做成，整个东南西北剑会正式燃起，就是武林大清算，我玉面完了的我一心断。
稳一红红，这点妙计随出现，九品仙中啊，少滚门。这是独孤孤鹰啊！我乃是西北红雾俏小林第一流的老仙家，修为开山祖，远看如神，金属鬼开山金柱团歌声，对我万分的重用。而且后来我两个人讲话非常投机啊，伊阿咧团歌声为着开山祖，何等尊贵之人，伊阿来依我。独孤孤鹰，伊来为做义结金兰，结为义兄兄弟啊！伊阿来叫我吼，拢叫结拜大就好，伊阿拢叫我老师。伊阿来传歌声，到在西北最深处啊！伊阿要来练成最极端的功夫，拜托我，伊来传家的武术，传家的道行，伊当来练过伊的点子。就是这个宝剑太保大殿下会当较生气的、较正样的，啊，伊阿话呢哦，镇守在这个独孤宫，伊这个大汉后生娶来之后，算半那个软禁禁条也袂使出去，连去超市的哦买物件都袂使，交代西北收道人去买倒来，打脚步都袂使离开我的视线就对。虽然讲这尊重我，也不过我这烦恼啊！这个大殿下讲的是开山祖的囝儿，也不过你头昏昏、脑顿顿啊！我甲教功夫先教教袂，那看起来一苦戆戆啊！再去教教的中道，一个吃饭饱，困一个中道，搁敢问？多少袂跟你聊聊啊！啊，也不知你。如何向过啊？我的大哥交代，在这个独孤宫小坐的时，来啦，来呀！原来就是二殿下，一位三殿下，太秀，长剑直呼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呀，这孙悟空，我甲你的爹亲开山祖结拜，你拢叫我直呼，也我种歹势呢？你两个人贵为啊公主，这个身份，我会叫你二公主、三公主的。这副你不要如此客气啊，论辈分，我叫你这副是对。也是讲二位殿下，今天为何金卡玉波要来打搅着我独孤宫？莫非你要来探视着你的大哥宝剑太保的大殿下啊？会呀会呀，受了一名仙家。无名无姓天下有怪问金卡秀，交代一封书信，请你过门。安尼好，书信在哪里？书信在此啊！怪问金卡秀，且还过来。啊！哎，安尼哦，讲来讲去，我那是为了你这个宝贝啊，大哥啊。这方的书信叫我洪志宝剑太保大天下，一走出来闹事，叫我爱赶紧用我独孤灵功，将阮东南的教主玉斌那个拍死。因为那是要修毒啊，这个龙豪剑爱先修毒玉斌，轮去照顾着伊啊，也这个金下心的看法。玉斌两声的刀灵金光胜过着伊飞马龙豪剑，如果那是玉斌必杀者。龙头剑，咱们来修毒就简单咯。哦，既然个是这名仙家这种个交代，相信讲这名仙家真正身份来龙去脉，独孤孤鹰这副你也有所了解啊。当然嘛是了解，呵，江隔天下间，别连个金卡金手人，你敢看有几个啊？就是你个爹心盘古星，也过来呀、啊，就是这个怪物金卡手啦。阿弥好。马上啊，我当离开这个独孤宫，我来对付刘玉斌这个所在吼，那就麻烦你小家观看一下。哎，好嘞，阿个看海，整个我独孤宫外口面点点的光线，点点的光线，规个天顶做一个出现，规点的光线，哎。
啊，这是何等的神功！啊，点点不敢说，这就是回马龙头剑的功夫。你要小心啊，回马龙头剑何足忌哉？请伊吃一个毒乌龙条。哎呦，毒高明，厉害！龙头剑的厉害，咱两个水饺面面点到来，先追到。花海走路走到咧，先风倒骨，规身躯点点的珍珠感。来我这里甲唱着情歌，哈！花海哥，我杜高英现在要执行任务，收拾咧东南教主上面。你回马龙头剑，你来阻止这四大星。哦，我回马龙头剑，你来阻挡你，你能了解？想不到。你也苦苦要来教在东南的兴师嘛，听我的苦劝，好好在这个动物国修道。我龙头剑无想要来伤害你啊，你若听我的话者，绝对将你好好过日。如果你苦苦要来打到东南，要来威胁你的先干革命，恐怕你也非常不利。讲什么笑话啊？来到我这，无你吃一个我动物国的名产袂用钱，动物做一个你抓落。讲得你偌厉害，也厉害哦，总是。金手落肚啊，先出手的先赢啊！伊安尼吼，像过去三国时代关云长，伊安尼吼倒拖倒斩破羊，白马铺斩干羊，低门跳同款。伊安尼吼，胯下赤兔马速度紧，一个高手去倒落，对方就死啊啦！我用啊，我安尼吼动物抓了尔，毒一个很反胃啊！啊，这个安白开看嘛嘞！啊！看海，啊！你人毒死啊！未当受我的刑罚。世间人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该死的人是你啊！我毒气强，你未死，你都冒出什么蒋公，谁都我会死。你是被自己的毒气所杀，方才你毒气。来飘到我面前，我用我规身躯一万八千的门根坎吸收了后，做一个拍一个加持，一万八千坎的毒气已经射入你的门根，你全然不知。你若不信，你运功看卖咧，我运功运看卖，我就不信邪。耶！啊！我的母啊！开大门，规身躯落。过去，我是不该要，该要紧吃落，吼，啊，啊，快，该要吃落，身躯就愈烂愈紧，哇！啊，不听我言，吃亏在眼前，不料。你都摸出手，竟然瞬间变成一团乌色的血水。何至今，今天在你的所在，兄弟联手出手将你拍飞，行！
这么成功来迎接我，轻轻的开四方来给你回敬一下，一人哇凶杀你，何足为奇吧？请。我办陪公回马良侯将还将来了，那个鬼妖哩，竟然手举一个剑来，我咧惊到拢皮皮脱，想讲要带落去，一定办好咧通过，点点的珍珠钢打着龟仙骨。可比啊，十万八千支的毒箭在那射，你讲看在某人的面子呢，那是什么人？嘿，面头前，面头前这种金光，也敢是那大哥？大哥你头前来啊，来给看门。情像冷淡不如花，油条一日浓生干，只见情像不见花。咱来学习清修，不可贪乱，一朵花的美色，除那是短暂啊。我一日日咧生活着野心攀高升，唔通搁再生了野心，变来吞食万家。咱是兄弟，就是亏你无屈寸，我当然是帮助你。今天回马龙头剑，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伊本来已经发将，要来将恁两个人相杀。你来了解，回马龙头剑的个性，非是东南教主入面，也绝对非是过去东南派任何的仙侠，这个的滋味，这个的意义为本。回马龙头剑过去在江湖道上也是实力不传眼，可是伊所杀之人。拢是十恶不赦之徒啊！伊若是无来念在我的面子上，你已经毙身了。听我的劝，唔通搁再违背爹亲的忠诺，
你给我点你，你这个不重用的大哥，照你讲，我为做第二、第三的小弟，也要来尊重大哥你。可是你无要来听话，听信的指示，也咧就不要紧。来到这个动物宫，你已经学艺数年，可是你的功夫全无进展，也无办法退过着红雾笑声林西邦的出来。我跟你讲，今天你无需要做这种的个人情。我两个人虽然失败，绝对回转笑声林。现在请出着咱的鼎心团歌星，早一日收徒着伊飞马两行业，为我两个人以为着这副动物歌星的报恩仇。下。所说佛祖所度，那是多亏有缘助力。我保剑太保的大殿下来排了一口，一旦我是天下至宝，久在的身边，我希望天下间会当来太平。可是我的爹亲团高兴无要来听我的心劝，当真我是一个废人。同时，将我抓来到动物宫，练会着伊动物过硬的软筋。我的爹亲到在万里坟墓顶要来修炼，现在动物过硬已经死了，也算是我自由之日已经到了。我要来离开这个动物宫，会当来尽力做过东人。我的功力已经练到出神入化。可是我们的点功夫机会已经时机未到，让我出手者，绝对将我十恶之冤做一个监督啊！代表你告诉团歌星前来定亲，现在就是期待红雾怪笑声来收过你姑娘事业团结成功。等后摆成功了后，配合着伊古代笑剧再度江湖，点出着伊神力的光环，未来吞家天下就不难了。天下间无人会当来了解着我金下手真正的身份啊！来吧，来吧。长剑世间，哦，因为殿下事情已经交代到吴国英嘛，唉，世间，往往咱的计划都是赶不上变化。动物高音继续将军听水啊！好，什么？奇怪，动物高音一生研究伊的动物体，无论何等的性格，拢无办法强悍消毒。想不到，竟然伊的毒气有办法写出来了，比过着良好的反射，将他毒物攻心啊！真正是令我不解，罢了，这件代志我会令人调查，因为殿下令人交代笑声林的所在，我内中有来练了数粒红光丹，恁马上入到内中的府下，增加着恁的功体，他里面的吞食蛮高，恁两个人也有用之苦啊，也拿得好。遵照先家的交代，入到红雾笑声林啊！
真是太奇怪，不无孤鹰竟然的死骨。哦，怪星星回来喽！怪星星无必要打你，孤零孤烟是不是已经将你所有伤痕已经医治全愈呢？不错，孤零孤烟蒙天龙真正太厉害了，我所有悲伤的功体自然的全愈了。哦，哈哈哈哈哈！伊过来传授你的绝技，让你复工啊！但是你也知。伊这个人脾气非常的古怪，无对。伊今天的计划就是要来报答你的恩情。过去曾经有人欠过了金卡秀先生你一条恩情，可是我要来离开之时，有人言明，这条恩情已经复回做一个行李了。以后恁两个人互不相欠，伊也叫你以后。绝对相逢，不再相催。哦，不再相催嘛，可以。我这一方的书信，你会当好好教训行书。哦，书信在哪里？在后。快小心！你可以切开一关吗？哦，也拿得好，切开关来。哈！先生，先生，今天的艺术的置换，变成中国姑娘书剑蒙天龙的海戏，不错。可惜又来相中我，不动不动我，但是要回关注，成为海戏。可以除掉伊身躯一种个孤龙神，一种个孤龙神，你就可以练成孤龙大体，配合你本来万灵魂，一种个孤龙大体，更胜于孤龙书剑蒙天龙数百回。孤龙大体个讲法，就是飞马龙头剑，上精上轻，最可怕个讲法。因为这个原因，我早前才来做一个假人情，回孤龙书剑。快快去完成，一旦来吃了孤龙神，可成大业。罢了，阿弥陀，心肝念坛怀，一旦吹过这蒙天龙，去啊！一统天下大业即将完成啊！祝你我北山的魂归。
小公不点歌，心随狂澜飞呀。也是姑娘输夹的蒙天洞，我来是一个世外中的主人，因为早前我要来调查这一班逆风无定，我来进入到内中，天下间只有我无死可以安然离开。可是当时我入到风无定的内中，以为一名仙家，这个仙家并不来报名。可是我来问伊的名字，伊自称讲是天下间最无情的人。一个人我甲伊连接深的亲人，我一个重伤失败，叛逃离开万里风无定，为是我的功力来摆在伊的手头。因为这个人连甲十万八千步的暗器，同时我也是有今天已经连甲孤娘大体者。绝对无可能失败。可是当时我的功力只是20%，我天涯海角继续要来找寻这名连甲十万八千步暗器的人，会当早日回归世界三分的报仇路。来了，来了。不怪小心，我解救你了后，不是已经向你跟随，何不相随嘛？性格不错，我照你的交代，已经转告到金卡手老性格，以后来言明，你甲伊的交情，要交情唔交情，这是你的自由。伊来感谢你会当知音报本，所以现在。交代了一张万里风无定的地图，要来送给你。哦，不错，地图在此，拿去吧。任务完成了，就此告辞。我要来回转秋霄林中。又是万里风无定，真正罗贯中。金卡手甲环歌星，这两个人可称就是同一个人，也可称就是知己之友。伊甲红木定是干牌，如何来胜过地图？将地图一旦切开关来，哈！小妹，这个地图来着嘛？充满东西，地图在个切开，我两只目睭做一个中路。我吞你把姑娘大黑眼，我家在关连个少，姑娘可黑的心风，也无这张图，我一个看到换作他人变成坏水，真正是太可。为何这种的作案？好，下面，好物怪小心，好在你现到，到底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伊不是红莲行书，要来将我凶杀？一条暴动，难道会是西门的做法？朋友，非常不巧，我本人来到这里的洞府，向你赴京请罪吧。不错，啊，非常不错。我来交代你，怪小生提了罗贯刀要还你，我千叮咛万交代，
以外八分在过西北，无论是红武、笑声，你们是分部长，有相当的地位。我将地图给你，你若无在阮有才调打到分部长，可是我必须尽了朋友一点的友谊，会当来将个罗贯图提到你的手中。现在红武怪笑声。以为讲伊是洪武笑城里的教主，专然要来尊重我，竟然在了罗贯图内中，伊来动了脚手，内中用了一种无形散毒粉，要来毒害你，要来向过西北幕后开山祖，也就是我的结拜大哥范国兴的邀功。哈哈哈哈哈哈！哪里这么简单？今天被我所杀，我当场斩你的手，将伊拍成肉碎。板桥，板桥，板桥是，请你听我的训诲啦，朋友，已经被你打一个整个公海教化，变成你的凡夫俗子了。平常时为做西北的教主，何等的尊贵，今天被你破功，已经非常可怜了。伊今天要来杀害我。也是为了西北的尽忠啊，罢了。你用真正罗贯图给我就好，无必要来将他拍成粉碎啦，让他离开西北就可以嘛。唉，古龙书剑的孟天龙啊，你真正是太仁慈了。可以，我将真正的地图就交在你的手中先。可是最后要来跟你讲一句忠告，人族往往会来避过人族害了性命，这方的路宽多哪去吧？啊！什么？朋友，金卡手，为什么我来骑着这条路宽多，我规个手做一个念珠，无法动弹。我法动弹，就是要处理的性命。呀！哇！计划已经成功，红武怪先生，打到后壁面，将我孤龙神给除害了。我规身躯的功力，中了一种怪死电，一种的怪死电，整个规身躯神经系统做一个秘密控制，运动我最后一口气，运出着我的孤龙体，运出着我的孤龙体，硬无力。Yeah.
个要来做困兽之道。嗯，乌龙大体果然到咱，我愈看愈介意咯，予你上次入我金卡心的到咱。哦。我是比你暗些，也若无我姑娘大黑，那我真的简单摆在你的手头嘞。先吃为君，败吃为寇。你摆在我的手头已经是结果，将你的目睭给你破掉，将你的双下双手剁掉，然后我再来挖出给你宝中一粒的姑娘血。用孤龙神会当协助你怪小心，变成孤龙大黑。哎呀，把我的嘴下，金下心的太真的梦。东南派回马龙头剑的朋友，回马龙头剑已经献面了。我叫做一心四大铁心汉，我铁心汉今天袂当两力金卡手的听，快快离开这个所在，让我来解救你王天龙。也若无我出手，相信你金卡手这种金手也会是我的对手。阿母要，俺兄弟。一心是大气是汉，你讲你是回马龙头剑的朋友，安尼真好。今天我洪武怪小心，顺赴机会，用你的小金会当送到东南，给回马龙头剑为做礼物。我错，
怪小生，今天我来除鬼牛衣王天龙，今天的姑娘神庙。